我一再讲，在这个会期，国民党想要打一场漂亮的胜仗，大概是不可能的，就要看520之后，韩国瑜能不能够镇住院会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友华。2月20号，三守战役开打，守呢是首领的守，好，就是指头部的意思，好，就是首领。为什么三守？第一个，韩国瑜是首次主持院会，从2月1号就任以来，今天是他第一次主持院会，他首次主持院会。第二个，国民党为了抗议民进党，用违背格的方式，好，稍微阻挠了一下陈建仁的施政报告，就是国民党出手。那第三个，陈建仁是首度面对，各位去看，这个叫做三守战役。这个三守战役它说明了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国民党大概执政党当了太久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抗议了。那这一次用违背格的方式去背格他的实案报告。今天这件事情是很有趣，为什么有趣？有一个是吴宗宪，是民进党的，抱歉，是国民党的不分区。他早上6点钟他去排队，他就是要提案，就是干脆直接提案，陈建仁要做所谓的实案专案报告。他从6点钟就跑到立院门口，就在那边等到七点，他拔得了头筹，他就第一个提案。那傅昆萁的一个做法是说，我们不要提国民党的版本，我们提民众党的版本。好，他就提了。那当然要经过院会了，经过院会，这个就是进覆二读的意思啊。结果呢，傅昆萁认为说这样子做，太无法彰显国民党的霸气，因为傅昆萁自己讲，他是屠龙刀，他又是战斧巡航导弹，所以要展现国民党的抗议。你国民党的抗议，你要展现的方式是很非常多种，你只不过先背个他上台报告而已嘛，就是背个10分钟。那有人建议说30分钟，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国民党大概执政太久，怎么样的抗议他都不知道。那如果讲到民进党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他们真正的抗议都是前一天已经讲好了，谁带什么水枪，谁带什么东西，他们通通都已经随身携带好了。那第二天就是马上抢攻议事台，当然这个议事台因为韩国瑜是同党同志，他们就不会为难他。但是我可以讲哈，因为我们过去跟民进党非常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们那些抗议哈，真正是经过兵器推演，况且从来不在电话里面讲，他们也从来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讲，都是党团3个人，然后把一张图拿了出来，这个人带什么啊？这个人带枕头，这个人带那个棉被，这个人带钢盔，这个人带刺刀，这些都是比喻啊，就把任务通通分配好，任务通通分配好。如果国民党从左边进攻，谁到那边阻挡？国民党从右边进攻，他又派谁去阻挡？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阁揆不能够上台报告？不能够上台报告，他们通通都想好了。那国民党呢？不是，国民党只是会誓师，但是对于战术方面，他就不如民进党。那你民进党有的时候会带锁链，或者带3秒胶的，这些都是比喻啊。就是说我只要把立院龙头我锁在立院外面，所以他们会那个带那个锁链的。还有呢，干脆如果你锁链弄不好的话，对不对？那就算了，我就用3秒胶，我把那个钥匙孔啊，因为进出会场都要管制的，我把有钥匙的地方我通通粘上3秒胶，我让你门打不开，你要打开的话就只有破门而入等等这一些。那我为什么我要讲三守战役？今天是韩国瑜他首次主持院会，那韩国瑜当然是希望杠上开花嘛，有一个好的结果，况且还在过年。所以呢，对于国民党的违背格，你韩国瑜
就也不得不哈做一些配合，这种不得不是迫于无奈。那你违背格的话，究竟时间是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三十分钟，还是一个小时？不让承建人上台报告，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，但是这个违背格，它只是表达一个我对你的报告，我感到不爽，我要向你抗议。那这一种抗议就是棉花糖式的抗议嘛？你一方面可以让别人吃棉花糖，一方面你又是软弱无力。那最妙的就是说，你看民众党就是配合演出嘛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三守战役未来会不会在台湾的立院天天上演？应该不会了。为什么不会？应该你真正抗议的对象已经不是承建人，他毕竟是留守，他又是看守，他没什么权利，他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只能够混吃等死，只能够到520之前拜托老天不要发生任何意外的状况，让我疲于奔命。就是说他的心态已经做到520了嘛。那现在回过头来说，三守战役就是引出了另外一个台湾的政权交接。那现在赖清德已经指定由萧美琴成立一个交接小组，成立一个交接小组，由萧美琴、潘孟安，好，他们负责处理这些事情。好，他们负责处理交接。那蔡英文就派了个林佳龙跟他们对接，就是所谓的政权和平转移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你赖清德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实质交接的地步，实质交接的地步。那国民党你还在违抗议、违背格，那个叫做背格，不叫抗议。那抗议的话，是我刚刚讲的，用铁链啊，用那个三秒胶啊，用那个喷水啊，用那个喇叭啊等等啊那些啊。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三守战役2月20号开打，继承了2月19号三党不签字，这个对韩国瑜来讲是非常无奈，但是对国民党来讲，就是棉花糖式的抗议，一定被民进党笑。对民进党来讲，他们也不想护航承建人嘛，因为你还有2个月你就要走了嘛。那对民众党来讲，你又找不到一个舞台。所以三守战役的开打，我一再讲，在这个会期，国民党想要打一场漂亮的胜仗，大概是不可能了。就要看520之后，韩国瑜能不能够镇住院会。